表回想，有学生想到过去唔捌代志，曾经我一家长甲老师是非常后悔，踮台顶忏悔到哭出声，亲人也非常唔甘的上台安慰。好，真的，我也是单亲家庭，但是我要赚钱，我不能说就整天就在家里陪着小孩子。迄个国中的红线计划，今日举办发表会，所有参加学生拢强调，家己的转变真大，学习过程改变了因原本勤奋的个性，让因对着家乡红地产业，甲家己未来发展也更加有想法。要学茶道，心要静下来，所以就不会很浮躁，就表现也变得比较稳定。还有制茶的方式，就是吸收很多新的知识。我觉得这学期中，我觉得最大的改变，知道自己制茶师还有种茶的人的辛苦，然后自己的知识也增加了。他们有学到这个，去学一些那个技术，哦，在七月的十几号，他们要去考证照了。哎呀，全部我有问他们，都有信心会过，哎呀，都有信心。当然啦、啊，有更多的制茶师出来了。迄个国中自从校长林家如上任后，看到迄个乡红地产业兴盛，就开始推动培育学生成为专业茶农甲制茶师的红线计划，并得到相关学界的肯定甲协助。其中王品当处长戴胜业也亲身前来面对受学生。我是这样建议的啊，就是说鱼池国中红茶赶快去申请，然后你们赶快设立这样的公司，那么把这个拿起来，就是所有的。旅行团所有的游览车经过都会停下来买。那我们呢觉得这个部分非常好的构想，因为我们可以帮助这里的孩子，他可以以此为生，以此为傲，甚至呢以此为荣，再回馈来让世界各国看到台湾很棒。我们会在后续呢跟学界跟产业界呢做一个请益，希望来促成这一件美好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办这个是要给孩子有面子，要给孩子自信。前港丰富的校长林家如非常不甘彼地乡囡仔，也个细汉就要负责家庭的照顾，伫台顶就禁不住哭出声。这个红线计划要展现偏向教育只要有心，结合加强产业，更可以当帮助学生囡仔创造具体公民的未来。记者金雪采访报道。